No ah. No ah.你才吵，哪里吵？干，你才吵！灰安安，游戏还没载好哎、欸，它载好久哦。来聊个天，等游戏好。啊，露诺安安，所以这傻小姜饼人啊，很可爱。尼莫安安，好久不见，郭喵安安，很可爱好不好？你没看兔窝有个新贴图吗？我就是截这张啊，很可爱。在外面不能听声音，那种打字的。安安好，好久不见，算可爱吧？很可爱好不好？维尼安安。啊，这怎么了？请问这怎么了？啊、看，小米人，哎、欸，超可爱的啊！而且晚点可以小玩，好胖，喂喂喂喂，你说谁胖？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小小子安安，好高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好累哦！哎、欸，出汗了，出汗了，再一次。喂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啊、仰卧起坐，三、四、波比跳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原来这样就好了、喔。你们正在健身吗？还是不行啊？我的空间不够玩健身环啊！不、啊，我是真的没有地方可以玩健身环。棉被猫安安，这啥？这是姜饼人。一笑安安。你也没器具啊，没器具是可以买啊，没有空间是事实啊，对吧？元双安安，啊，我在等这款游戏载好。我想说它才66块钱，结果想说载个5分钟10分钟就好了，那才没载好。欧弟安安，你舔一口，不行哎、欸，会我的糖霜会掉啊，脚会动，对啊，这就是重点，它脚会哆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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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这个是安妮贴给我的。然后跟露诺说，露诺说他也有看过这个。我主播怎么也变姜饼人了啊？跟你说，反正昨天我们突发的时候，我也要开这姜饼人的皮啊，结果你们主播生病的。这很可爱啊。哎、欸，最好笑的就是这张脸哎，这样子。啊？啊？啊？哎呀！干什么？谁偷袭？哪来的偷袭？
欸，我自己画画看好了，好像很好玩欸。等一下哦。哦，蹦壳在哪？嗯，你下啦，我自己玩就好了啦。好了啦。喂，变长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哎，我不要也没出现。哦，有啊，有出现，有出现。我想说有，我不要没出现。哎，哎，我躲躲。啊，是宰好了没啊？啊，是敲床了没？哎，99%，99%。哎，感谢夜雪的13个月啊！13个月代表什么？珠子上市已经1年又1个月了，认识夜雪已经1年1个月了。哇，时间过好快哦，夜雪。我们就这样认识了1年呢、欸。我不要。跟我说一下，对啊，至少半年没开那东西了。哎，没错，真的哎、欸。中间就是有那些七星团体战上线一下就没有了。怎样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赶快让我停一下！不要，我躲，我躲，我躲，欸，躲不起来，欸，真的买不下去。欸，我觉得 DLC 真的只是让我看剧情用的啦，太短了。可是啊，你那个欸，蓝之圆盘会想玩吗？能变得更多宝可梦欸。可是没有娟娟了，哦，难过。不明安安，小麦安安，那让我舔，走开，哎，走开。可实用吗？欸，小空安安，哎，小空安安，哦，好运，好运，好运。我的粉红兔兔不能上来，哎，哪一只啊？娟娟的吗？还有哪只粉兔兔？天哪，可以把你转的不行！哎，雷吉，你们要不要这个东西？免费的，欸，要不要？这个是安妮主播贴给我的，贴给你们。哎，我贴在 DC 群给你们。啊，怎么是原神启动？等一下哦。素材区好不好？我贴素材区。好了，还有鹿角，有熊角，有猫耳，然后有老鼠，还有鳃。好了，我贴了贴了，你们可以去捏角色了。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捏啊。还有像圣诞树啊、拐杖糖啊、滚面杆啊，有的没的，里面都有啊。我想说，我这个人喜欢简简单单的。对，啊，你们到时候联动就是可以把大家啊，有没有？他不是 VTS 可以最多4个排一起吗？啊，你们就这样4个排一起在里面玩。哦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嗯，哇，好恶心哦！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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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！哎，游戏好了，游戏好了，启动！谢谢你好了，啪啪啪啪！你走了，你要去哪里？不爱我了，可爱死了。我怕死了，然后哪一个东西？这个，你再一次，你再一次就走是不是？好，我不要。没有，之前很多人说忠诚点数可以换5MA 吗？我说不行哦， 5MA 这个东西对来说堪比穿女装。没有啊，比女装，欸，女装不可能的程度是100%嘛，啊，5MA 可能就90%，
啊，还是有机会的，就像刚刚那样啊啊啊！今天玩的是这款游戏，对，欸，它有歌欸，那我们把音乐关掉，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游戏哦。这款游戏是扮演一颗石头，这什么意思？私人游戏是名字繁星，没错，扮演石头，没错。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是鸭鸭模拟器吧，对不对？有看到这个就是石头，然后这个就是我，好像它是可以多人连线的，就是你看可以打字，安安，对，有没有？要说的话，也可以说它是光遇啦，就是我就在这边挂机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你这次要认真离开了，好，路上小心。对，我就在这里，然后等级提升就提升，我就在这边挂机。你看，有更多的石头加入了，阿蛙怎么动？设置，我应该没有东西可以按了吧？这游戏只要66块，没错。要干嘛？没错，这就是一颗石头的游戏，没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怎么会亮？主播怎么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游戏？你要吗？你不觉得这个很适合杂谈吗？无畏熊安安，我等级有在提升哦，小心一点哦。我在9分59秒就升二德了哦。无畏安安，是我想知道可不可以转向啊？岩石等级可以到1700等欸，我是不是有事没事要开启这款游戏挂机了啊？怎么你不认识我？喝水喝水，大家一起喝水，啊，一起喝水，好久没一起喝水了。有人说，你最近在玩什么游戏？我在玩九桃。光遇也是石头，这个也是石头啊。睡觉挂着，肯定的吧？是啊，这个点要点什么的啊？88888，有没有人在啊？我是私人游戏哈，还是我们？我们看有没有连线合作，知人否？繁星，有没有人？我看可不可以撞到没人？咚，没有还是只有我这怎么玩？那我要换另外一款游戏了。挂台做报告，好。啊，没有歌我们播歌好了。哈哈，好无聊哦！五醉醉怎么跟人跑了？
他谁有棒棒糖就跟着谁走，不是吗？我以为是这样子、欸、这是什么？基本摇滚忠诚，到时候解锁更多的开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嗯，排行榜，你看有人已经600多等了，我们不可以输，哈哈，好无聊、哦。狼烟，凝锁，设置，我怎么改颜色啊？我想改哦，可以耶。绿色是绿色，好一点。选择语言，点。啊！这个也要氪金哦，啊，氪金要干嘛？商城在哪里？商城在哪里？干，每天电脑不关就是为了挂石头，对啊。可恶！该不会这是黑曜石吧？挖狂点猛点吗？是这样吗？不可能吧！哦哦，我可以，啊，是有意义哦，是有意义哦，意义是啥小？哎、欸，好，我躲这边了。各位，我在这里。啊，好无聊，玩到没东西玩了，也只能玩自己了。有吧？嗨，隔壁的石头，你今天长得好、哦、石头、哦，退款了，不用啊。战日罐子比较好玩，有吗？等我升到二等好不好？我再换，这样至少我电脑不知道开什么东西，我可以开这个了，对吧？去掉是吗？哦。整个人不见了，这招干嘛？我之前还有玩那个养鱼游戏啊，可是我养鱼游戏图鉴全开了，就没有动力开了。哇，我那个全开图鉴我花了一个月、欸，你们要看吗？一款很奇怪的养鱼游戏啊，那款游戏我是佛系玩啊，就是上线把鱼卖一卖，买鱼。啊，然后就关游戏了。这游戏可以移动吗？不行啊，它就只能这样动啊。有没有这样动？我真的蛮喜欢玩类似点点饼干啊，之前还有点石头的游戏，可是我找不到在哪里了。我查那个是解谜的，什么解谜？你说八号出口吗？还是什么？那款是解谜游戏吗？哇，那款是解谜游戏吗？依据发亮的点击，真的哎、欸，可是它同时发亮，我要怎么按啊？对不对？它有时候两个是同时发亮、欸，啊，我怎么按？我可以邀朋友进来，不要好了，不要荼毒人。
好的，看不懂。对啊，你看会有两个同时发亮哎，我不知道怎么按哎。利恩安安，哎，两等了。用键盘，可是我已经切到英文键盘了，哎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我努力了，有听到声音吗？看这个嘛，然后闪两下、啊，要有朋友才能完成，有道理耶！有没有人要玩？有道理耶！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以为上班可恶，没啦，讲讲的啦。我说，我再看一下哦。加入哦，可以耶，啊，怎么只有我一个？真的只能挂机哦，也太黑了吧！我不要。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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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我们换另外一款吧。有人挂这款游戏？有啊，刚看到个600多等的哎、欸。哦，夏雨生，这是 Payday 3的 Payday 的屋顶吧？欸、有人呢、欸。525等，哈喽，哈哈，这边是预警了啊，这边是雨林，我在受伤。我们靠过去一点，那边可以过去啊，这边被他占了，这边，哈哈，实况挂机游戏，我碰到人欸，欸，啊，我怎么等级变那么高？可恶。利率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这个刚刚亮的颜色，红、绿、蓝，好，再一次，哪里有黄啊？哪边有黄啊？哪边有白啊？没有啊，蓝黄蓝这个啊，也没有黄啊，黄红蓝，黄红蓝。
颜色相加不可能啊，青、蓝、黄、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嘎比安安，青色是这两个啊，青、绿、绿、黄、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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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粉、黄。不是，可是它没有颜色。那白是什么？白是所有啊 ，RGB。看一下哦，绿、白、粉、绿、绿、白、粉、绿。我知道 RGB 全部是白，我知道啊。还是只是给人家无聊玩的啊，白痴哦。你这样子，我要换游戏了哦！大佬救我！大佬，我不会玩。这样一小时六等欸，那24小时144等，所以我挂个5天就500等了欸。爷爷安安。原来你们喜欢看这种无聊挂机游戏哦。我们猜撞有没有很多人的？退出，加入，有什么可以？极光，奥罗拉。那光遇挂机不好吗？有道理耶、欸，没人耶、欸、哦，大叔头，什么意志？什么意志？什么意志？那好吵、喔。游戏安安，游戏早。哎呀，等一下啦。电力回话，刷新。哇，这个好吵哦，只有3张图哎、欸。也太可爱了，都是免费素材，你要不要？都是免费的，你要吗？喵灵儿安安，灵儿安安，找个游戏哦。对，昨天生日快乐，游戏，游戏，你敲我一下，问就是要。那游戏，你要给我钱吗？啊，你先敲我，你先敲我，你先敲我。啊，这是真的，这次我们三等就换敲。相信聪明的你们应该是不用教说怎么捏角色了，因为这个捏角色我完全不会。哎、欸，我刚刚121等，有人在这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黄昏呢、欸？整成力量人，哎、欸，我有看到啊。可是我其实对挂机游戏比较有兴趣。石头能干嘛？所有购买直接支持我们的开发热情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嗯，有人欸，这是黑兔兔在哪边？121等的，哎、欸，我3等了。土在哪？哪里呀、啊？应该在这个位置啊。哎、欸，是，对啊，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啊。黑曜石能吃吗？不行，哎、欸，其实黑曜石很脆弱、欸，哎，所以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黑曜石可以拿来盖地狱门。
而且还是最难挖的鼠头。好了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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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游戏换游戏，我们三等了，这游戏不要买。老师，你们想要可乐罐？哎、欸，吃吃安安，肯定是可乐罐的吧？可是可乐罐要干嘛？赌博？可乐罐还是要来当老鼠？瓶瓶罐罐，跳！呦呦呦呦呦，怎么大声？操！操操操操操操操！聋了，瞎了，耳了啊！来，要赌啥？还要赌哦？我看一下哦。上次是哪一个？这个红吗？那我们这次来哪一个？这个粉粉，好不好？那我去盖个赌盘哈，等我一下哦。哦，会不会前三？一分钟开始。繁星不能参与啊！他说繁星不可以参与，哎，哭了都。其实我最近还有在玩一款游戏啊，可是我觉得那个讲解起来有点难讲，然后才发现老皮也有玩，那么实行者黑暗世界。参与会有操盘嫌疑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只想回收那些点数而已啊？有人一直想要我自卫，欸，很恐怖欸。欸，我想到一个可以换的东西了，就是伪字加个，就是伪字的丁有没有？比如说是轻声、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有没有？一二三四声，就比如说大家四声的话就是大家好，你们吃饭了吗？这样子。我的天啊！这样子啊，不对，不是二声啊，二声是往上的嘛，就是说大家好啊。好了，冲他小啦，姜饼，看一下，有36分、41分，姜饼，好，出发，姜饼，啊，音乐关掉，姜饼。来，鱼安安姜饼，
你确定要在这个这么沉浸式的地方换这个字尾吗？姜饼，这种东西没有好讲话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啊。姜饼，还是我要播报？啊啊啊啊啊！罐子第一，罐子第一！啊啊啊！姜饼啊啊！玻璃罐啊！这是什么不锈钢罐？第二啊，好难讲啊啊啊啊！姜饼，可恶，没堵到。姜饼，你去哪里了？姜饼。你跟他跑去跑图了吗？姜饼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姜饼，啊，我们还有 ，everybody。One, two, switch, 姜饼。欸，你们会想玩冰果还是玩什么啊？姜饼。我觉得姜饼啊，冰果就可以玩很久了欸，姜饼。哇哇哇哇！姜饼，这个比赛马娘好看啊！姜饼没有啦，赛马娘比这个好看啊！姜饼，因为赛马娘不会被石头卡住啊！哈哈哈！姜饼 ，UFO， 我觉得 UFO 不会很多人玩啊，太累了。20个人参加最后只剩下5个、6个，姜饼。你看，我觉得5000点换个字尾啊，结果都没有什么讲话，也觉得很亏啊，姜饼对不对？要不是讲什么路诺主人呐、啊，姜饼。我是应该姜饼，我是应该姜饼。客人会用智障眼睛看，不会啦，姜饼，你就把 QR code 给他扫，叫他一起进来，嘿哈嘿哈嘿哈，姜饼，那天不是跟他玩恐鬼阵，在提麦香奶茶吗？于是乎，我昨天跑出门去买了2罐麦香奶茶来喝，啊，姜饼。哪里涨到13块啊？我去超商买还是10块钱啊？姜饼，为什么会有13块的麦香奶茶？哪边买的啊？姜饼，整个店里变邪教，哈哈！外面的客人会说：“哦，这里在玩一二十一曲，快来快来快啊！”姜饼，啊，感谢米米的订阅12个月，姜饼。我 7 13块吗？哦，好，我再去看看。我是去全家买的啦，姜饼。麦香会涨价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就说，如果真的太贵的话，可以去美联社买啊，姜饼。9块钱呢、欸哦。完了，完了，这个酒罐出阴招啊，姜饼。初见安安 ，Ken 安安。358862安安姜饼，如果是哦，你是说更高那一罐的吗？长高的吗？像这样子，我是15块的麦香，啊，现在是10块钱的麦香姜饼，有没有？游戏，它这个可以拉长，就是哦啊。然后你转向，他脚会小跺步。姜饼，哎，41分了，哎，感谢你兑换的5分钟啊！
感觉就是站起来了，没有啊，我是整个人向后仰。不要乱丢垃圾，对，你们丢垃圾就会有一群人在那边堵。好可爱，它其实有很多发型啊，腮红也有，眼睛颜色，哎、欸，就是耳朵嘛，头上的耳朵，啊，它有预设的啊，预设是长这样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是这样按吗？这是预设的，啊，这是我捏之后的，然后胸口的那个啊，胸口的那个那什么纽扣的颜色也有，然后你那个糖霜的轮廓的颜色也有。啊，或者是你可以像那种，那种，欸，手，你可以戴手套有糖霜，或是脚袜子也有糖霜的感觉。各位，倒数计时现在42分，我们卡到44分就结算吧。你正在捏哦。要冠，谢谢你！要冠，我的超人，笑死！前天我们是说沾到油漆，油漆哦，那个是袜，那个就是特别设计像袜子、手套的啊。你说把脚伸进去，把手伸进去吗？感谢雨夜的12个月，安安，早安啊，早安啊。对啊，推一把、欸。我来换，我来报答你了。哪个报答？往死里打！换我来报答你了。经典表情啊！非定格画面。他还有哭啊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哭是这个，突然想到你不是有一款游戏可以跟观众互动，好像叫胖卡，那款游戏它会吃版权音乐，那时候开两次吃两次，所以就没再开了，版权会吃到啊。因为要丢 YT， 哎、欸，甩开了吗？哎、欸，玩一下啊！怎么那个绿色罐子跟药罐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们好敢哦、喔，竟然赌前三名哎、欸！上次赌了5次6次，前三只有一次哎、欸。两罐卡在一起，哇哇哇哇哇！他开能力哦，最后加速开了技能吗？太扯了吧！啊，维诺尤西在吗？维诺尤西虽然叫全名有点很奇怪，尤西在吗？你知道路人的王杯杯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声音啊，这个还有氮气，好扯哦，甩过去了哎、欸。我知道赛马娘有那种过弯加速还是什么的技能啊，他是不是有这种技能在啊？好扯哦！没事没事，现在应该还是前三前三前三。他是光钻吗？好酷哦！怎么用这个声音的？啊啊，就自己的声音啊！这个不是音效卡，不是音效版啊。请说，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？我讲完啦、啊，我讲完啦、
你们以为这个是什么什么 AI 声音是不是？不是欸，那时候就玩魔物猎人跟玩一些游戏的时候啊，像恐鬼症之前不是要用那个按键发话吗？就是Give me a sign， 给我一个信号。然后那时候跟菜渣玩就这样一直玩啊。然后就在那个等鬼猎杀的时候就这样子等一下，然后就那个龟龟就被骗嘛。等一下，有猫头鹰的声音欸，这是证据吗？我说没有，那是我在叫收了安安。你是在讲啥笑吧好啦，欸，那个酒罐不见了欸，这个应该不是酒罐吧，这是那个可乐吧。加油，往前冲，加油。然后我不是说前天去买那个吗，麦香的时候，因为太饿了，我买了两个御饭团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运送过程还是生前干的什么事情，我一打开御饭团要吃的时候，海苔全部都碎掉了。我想说我是吃御饭团还是海苔碎屑那种东西，就是人家不是那种饭团吗，然后上面撒海苔屑，我想说我的饭团怎么变成这样子的？哎，你走在这边，这就是龟兔赛跑的故事。兔子在那边睡觉，没有啦。我那时候想说龟兔赛跑的故事，万一呀、是比游泳的话，那兔子怎么可能会赢，对吧？肯定是乌龟干的什么坏事情。说我们今天是比游泳比赛，然后兔子不能游泳，于是兔子输了，对吧？这个故事才可能啊。哎，你们知道御饭团跳进关东煮里面会变什么吗？很无聊啦，但是不要太认真啦。啊，会变成广东粥，关东煮变广东粥，这很早以前那种，你也知道，以前就是喜欢无聊的一些笑话嘛，然后就是很冷的那种，哦，谢喽，谢喽，谢喽。那个时期就是有什么啊，就绿豆杀牛奶啊，对不对？谁杀了绿豆那个啊？啊，谁杀了牛奶？谁杀了绿豆？谁杀了绿豆啊？谁杀了牛奶？老板笑话么么最爱，真的吗？可是我对他讲笑话，他都啊，怎么抑制？你是怎么抑制啊？我就仿佛看到他，我看可不可以按那个，哦，这个按。我就仿佛看到他脸是这样子啊，对吧？很合理吧？超像，对不对？啊，扎克伯爵安安，哦，老爸笑话哦。趁我离席偷臭我什么？没有偷臭啊，哪有偷臭啊？误会啊！哇，他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误解？来，现在51分，如果卡到53分，我们就丢一颗石头，好不好？不然等太久了。
哎、欸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快点，冠的报恩。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、哦，完美，完美插过。哇，他是屌死了、欸，这个这没救了吧？我已经走到前面去了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庆祝了？恭喜粉红帮获胜！哎、欸，玻璃啤酒过来了。这石头还能卡死，你也真不能。没有，我们上次开这款游戏玩的时候，开场直接卡。卡很死欸，哇，没操盘，我操什么盘？哪来的操盘？哎、欸，看到没有？石头准备好了，哎、欸，在这里，哎、欸，看不到，算了，把石头丢丢。有平，谢谢你帮助他一把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举平之劳啊！小胖是不是没点数了？小胖，还是小胖等一下带你去投胎，就一样把你送到门口，你自己进去死。哦，有哦，奇怪，这瓶子。这是瓶子模拟器还是？这是漂流瓶模拟器。哎、欸，就在前面了哎、欸，它就在前面停住了哎、欸。你有小王子任务哦，你跑去解小王子哦，我还不想带露诺解那个哎、欸，解那个我怕我带不够，不是带不动他，我怕我。我们是第几名啊？这个叫什么啊？第十名吗？跑去暴崩毁是啥毁？对不对？他，你看那个小王子那个屁囝跑去暴风眼，然后这个新季节任务也叫我们去暴风眼，哎，一堆屁囝啊啊！欠骂欠骂欠骂！这个叫什么啊？哦，钙片在这边。哎、欸，恋雨安安，我们先记前面的好不好？前三名嘛，可乐、咖啡、豆罐头。第七是第七哦，这叫什么？营养盲线。哎，我们恭喜。恭喜粉红帮选择结果不会，自己不去叫我们去献祭，对啊，要吗？要带你去吗？我现在可以哦。开启另外一颗石头模拟器。哎、欸，我现在看到可爱的光遇雪人吊饰，可是我再买是不是就要剁手？不会啊，喜欢就买，好不好？我这个人一直都是说喜欢就买。我分类改一下，我分类，我到处换游戏分类，哎，算了，分类等一下就换游戏。哎，我这么大哦，好、哦、谢谢，繁星这么大，小一点，小一点。
蚁兽丸吗？小胖来，小胖上线，我还是都有乖乖送你爱心哦。啊，趁这个机会我来收烛火好了，上次没有收，没有画面呢、欸。我黑屏会比较久一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、欸、就是他黑屏读取会大概30秒以上。你看好了，出来出现了。我存在西潮，我存在低潮啦，这不在西潮。露诺上线，带你去捡金人。我你在喘，露诺在喘，不是吧？你在喘什么？该不会你在偷偷玩健身环吧？没可能，没可能，没可能。哦，我的 SSD 在传了。小胖来，有没有双麻花好看啊？来搞啊！我说给我，确实没可能，要相信他啦，搞不好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哇，看到那么多面具，我也是觉得很满意耶，谢谢谢谢番茄。梦见露诺 ，PC 上线啊，衣柜没有，没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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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房间里出现一只鹅，你是说这只鹅吗？鹅欸，鹅欸，那我先问啊，露诺你要上线吗？你没要上没关系啦，到时候再带你跑就好了。我上了欸，你们主播，来主播看，等一下，我等他跑完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3664。这周好像有妇科来着，对啊，就两个礼拜一次嘛。我也跟那个露诺说，哎、欸，露诺有没有发现妇科又快到了、欸？哎，小胖蜡烛省一点啊，有妇科啊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差一点点呀！哎、欸，对啊，小胖呢？小胖呢？刚刚不是还在的吗？你在哪？等一下，你是不是看动画、啊？哎、欸，小胖呢？圈子圈子怎么能不见了？
小胖回家，木头回家。这边应该传送的进来吧？好像不行哦。怎么飞着飞着人就散？有些人飞着飞着就散了。来。欸、小胖，如果你想变矮的话、啊、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们戴这个面具啊，你们看，我们不可以变大、变小、变漂亮吗？就是最上面这个面具，它面具左上角不是有亮星星的吗？这个可以变矮。那这个面具是躲猫猫先祖，是雨林的躲猫猫先祖的最上面，也不是最上面啊，就是雨林啊，然后。这个最上面，这个不是最上面，这个还有20根爱心。你先等这个礼拜，这个礼拜四的复刻，看有没有喜欢要画爱心的东西啦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再看要不要换。露诺说你，欸、小胖好可爱哦，抽麻花欸。我那时候也很得意的跟他讲，开玩笑，双麻花、高跟奶都很可爱。对对对，那个你不用，也先不用急着换啊，因为复刻优先，因为矮面就在那边，你随时换都随时有。啊，复刻的话是可能要等几个月、几年这样子才会有，所以复刻永远都是优先换。不过看人啊，可能复刻你没有喜欢的，你就啊，怎么这个人还在这边，对吧？怎么会带那么高？小胖又不见了，小胖，小胖。小胖，走，为什么啊？你有偷笑吗，露诺？走，我们再回去接他一次。有，他有进来过，我带他投胎过两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是正统人吗？你不是。想了一下，你不是。小胖来。我的手又摆出怪怪的姿势了。啊，小王子拉住你的脚是不是？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都用走的了。如果真的是小王子的冤魂拉着你的话，那我没办法了，那可能就是要用走的了。没事啊，最后一次真的不行的话，你就乖乖走过去吧，好不好？没事啊，臭小孩，真的欸，臭屁孩。不好，我想说，我起飞前看到小胖还在啊，怎么起飞后？你们 PC 是新版，不能偷摸过去啊？哪边不能偷摸过去？你说最后要趁云上去的那一边吗？可以啊。我是小胖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啊。哦，你有降版本哦。哦，传不过去哦。
觉得新版也不错啊，有丁安安啊，自己安慰自己，来啊，开赌盘，小胖会不会消失？还一分钟，小胖会不会消失？会，不会？还三十秒，小胖不要让我们失望，小胖，你用新的就变孤儿了，所以只能用那个了啊，手机 Switch 啊，没办法，我觉得，但是新版 PC 可以多拔一根蓟蜡，哎，很爽哎、欸，爽。哎、欸，我有开到吗？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开始了吗？结束了吗？赌盘结束了吗？怎么那么快？啊一啊三十秒，好，开始了。好，准备了，小胖，别让我们失望，小胖。答案是不会，自己赌会耶，天哪，小胖没让我们失望，小胖你是不是反指标啊，小胖恭喜小胖，答案是不会，不一样啊！好，出发。哎、欸，还是路诺，我们顺便投胎啊？要吗？好像可以耶、欸，要吗？看你啦，你看你要不要？我们这礼拜不是投过了？没有啊，我们是礼拜四投的。可以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投胎喽。应该是吧，我们应该是礼拜。欢迎安安，我们应该是礼拜四、礼拜五，对啊。今天是礼拜几？今天礼拜几？礼拜一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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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。礼拜一，哎，莫名其妙变光玉台也不错啊，那就顺便捡捡金人咯。昨天刷新过了没有？我现在只是很好奇，我是什么时候带我的肩膀上这位火胎的，嘿嘿、欸，小胖好了，扒一下哦。只用同时，
没有，就番茄跟我讲说你们不是昨天我台，我想啊，是昨天吗？我还真的相信了，哎、欸，我还信了，哎、欸。姜饼人主播安安，花音第二次安安，番茄记忆错乱，他怎么会记到我们投胎啊？嗯，啊，白痴番茄不是白痴番茄了，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是在捡金人啊，你想起来了吗？礼拜五的晚上我们不是说去捡金人，有印象了吗？那我要播 BGM 了，等我一下。我换一首轻柔一点的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。啊，哥出不来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不要按啦，不要扒啦，等一下啦，播个俏皮音乐去投胎嘛，等一下啦，心有灵犀，哪个犀？好了，我 go go， 男人手放开！完了，我不是带火盆欸，我是带魔法棒。用我的魔法照亮你。照亮你！哇哇哇！哇完蛋了，来闹的感谢韩特的特的五个月。哎，没有的话，你可以断手去拿哦，好吧？我看到你挥手了。哎，原来可以牵手哦，之前牵手都会断呢，被敲一下就断。哦，先点这个。有吗？我。哎，小胖，你后面有很多没有点的哦，你知道吗？路口还有很多没有点的啦，你等一下晚点再回去点。
你这边等我。好了。我想要救小胖，小胖，好了，露诺可以来了。我在等小胖。哎，点点点点点。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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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点不亮啊！哎呦喂，点亮了。好了，来。哦。
害怕。好吵、哦！我要江明喝水，等一下。露露活着哎、欸，猛哎、欸！大家改分类，感觉等一下打嗝会打到把晚餐吐出来。这今天管。今天打嗝打好久哦，这状态不能放烟火吗？可以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状态栏直接消失哎、欸。直接不见欸，我的烟火棒不见了啊，嗯，你是UC那边的观众哦，你好你好，欸，为什么同样是用手机进去那个红石的记忆里面会传到不同的画面、啊、就是我昨天跟他在烧红石的时候，我在我欸我的场景跟他场景画面不一样欸，但他人在我隔壁欸，我们是用手机，我竟然吃不到最后一个，我今天太烂了吧。哇，小胖没跟你姐传送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小胖，你有跟露诺姐传送吗？露诺姐传送，哈哈，露诺姐，哇，零了，差一步哎、欸，我怎么变姜饼人了？来吧，这个是安妮传给我的，这是安妮传给我的，原本觉得还可以。但他说有兔子耳朵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宰下来了。对，你有跟露诺姐传送吗？看到你出现，先去确认一下姐姐有没有开台。没有。想安妮了。有哦。那待会等一下，待会就是你等一下就是传在。有吧，是我是说同一张地图瞬移到旁边的技能有吗？不是从星盘传送的，是在同一张地图。哦，没有，没关系，小胖，身为游戏天才的你，待会跟着我一起做。或是你想跟他姐也可以啊，花十根红色蜡烛。给佳佳，
平安键盘声音吗？不能打开状态栏，可恶！拒绝。标题有要剪翅膀，对，顺便剪翅膀啊。你要剪是不是？一凡安安，哎，睡瑶睡瑶睡瑶，乐乐是谁？我的的，没有啊？谁是乐乐？你才乐乐吧？你想剪？可是你剪的话要开 PC 哦，因为 PC 我这个是 PC 版本的。哦，小胖，我解释一下哦，这边不能牵手，就是刚刚讲的，除非是同一张地图用远方传送才有办法牵手，所以你待会跟着我跑。SKY。好了，小胖跟我来，我们靠左边，靠左边飞。我电脑也没载，难过了，不哭。女孩子哭鼻子的不好看。小胖看到这个窗户了没有？往这边飞。哇，游戏天才！好，然后往上飞啊、哦，完了，你是不是死定了？你看看可不可以蹭云上来？我觉得小胖凉了，你怎么想？诺诺，你怎么想？他飞过头了。小胖，下次到窗户的时候停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行的话，就只能走下面了。隔壁那位根本没在玩，隔壁那位根本没在玩，很难，很难，没办法、啊，他也没有空玩啊。不是说没空啊，是他，欸、小胖，小胖，你去蹭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来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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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胖，等一下哦，帮你叫一下。好，小胖，待会我们就是要趁前面那块大大的云，然后就是一直往上飞。这边，就是这边之后，本能就是他预设都会一直往上飞，没意外的话会一直往上飞啦。他其实没有姓氏。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开完。他其实有一次我们出游的时候啊，他问我在玩什么，我说光遇啊，然后他说其实他有兴趣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这款，我觉得他其实那时候应该是不适合他，虽然有兴趣啊，但觉得不适合他，对，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才开始，哎、欸，对，上个月才开始玩嘛，哎、欸，上上个月开始玩。然后这条路可以走，可以。对，小胖，
没错，你的本能有没有带你往上飞了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小胖加油！这个也是人家教我的啊，不然我根本不知道在这里啊。然后小胖啊，人嘞，到这边的时候，你把手放开，你不要再飞了。你再飞的话，他不会传送你。我之前也是开台，我在这边飞了五分钟，还上不去。然后后来把手放开之后就上去了。原来他有兴趣，我以为他不会碰这种，因为跑图蛮麻烦的。对啊，我一直想说，现在都是扫荡卷的时代了，有没有？扫荡或自动战斗跑图的年代，不吧？自动化年代，所以跑图这种东西，我其实当时也是觉得说，我们那一群嘛，觉得说应该是没人会有兴趣啦，因为太麻烦了，于是我都没有推他们玩。反正他有兴趣这件事情，我想说不告诉你，因为毕竟那是两三年前的事情。他当时确实他那时候还没开始玩啊。哎，小胖来了哎，下次你就真的可以带露诺投胎了。就是怎么说，你可以牵露诺的手了，然后我可以在露诺的背上了。或是你也可以跟我解传送啊，看你要不要。我可以掏蜡跟你解传送啊，跟你解传送啊，问你解要不要。就是到后面就是可以不用那么麻烦，因为虽然杯杯很棒，但是传送也很重要，所以其实理论上是这两个都会同时解啊，杯杯加传送。哇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小胖一起投胎耶。没有，因为其实之前有几个像实况组或粉丝好了，他们也是有来玩，可是真的只是来尝鲜的，创个角色进来连云野都没跑完就没玩了。有几位啊，我想说之前那些红蜡就是乱给，就可能啊，今天这个朋友来玩了，就红蜡帮他解到传送跟杯杯带他跑图，然后跑着跑着他两天后就没玩了。我就想说你是要我帮你把图都跑一跑，还是好好介绍这游戏怎么玩？他就说介绍这游戏嘛，我就说那换你牵我。他说不是应该是老玩家带新玩家吗？我说没有，其实要新玩家自己这样子摸索，东摸摸西摸摸，东走走西走走比较好玩。老玩家只会在，小胖带我们呢，好，然后就是老玩家只会在天上飞，不会在地上走，所以理论上在地上走的时间长，这游戏才会。你可以吗，露诺？啾啾啾啾啾啾！对，其实这款游戏你寿命要长，真的不可以一开始就老玩家带你玩，自己玩才有趣。对啊，因为这样才会知道这款游戏就是在一开始就先过筛，说你喜不喜欢这游戏了。对不对？老玩家带你，你只是真的当充电宝嘛？收集货币买东西，收集货币买东西。对，虽然我当时是人家带起来的啦，可是我是真的蛮喜欢这游戏的。你奈安安，对啊，也不是说番茄的行为不好，杰克的这样子不对，就只是想让他知道这游戏在干嘛。真的是要先自己走过逛过，真的会比较好。这是老玩家的感觉啦。当初你还是小萌新啊，是不是当时拼了命想加我好友啊？
我那时候看到你是戴阿努比斯面具，我就想说啊，等复刻我要换这个面具，我就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然后终于理解什么叫做复刻先祖，什么叫做向导先祖的时候，我就啊啊，我的白鸟头啊没了啊，对，什么叫毕业礼，我终于知道了，什么叫做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啊，很难过哎。看我就好啊，我还是最想要白鸟头啊，白鸟头比较像兔耳啊，兔耳加马尾耶，香喷喷耶。好，这女人要花钱了，要花钱了，要花钱了。这个是哪个位置啊、哦？这个是镜格。哎，小胖，如果红蜡真的没有要换友情的东西，你可以先解先祖啦。那些先祖便宜的那些，只要一根红蜡、两根红蜡的，可以换一换。可以不要偷窥吗？哦，只是看这个方向而已哦。对，就是红蜡的话是可以先小小的解锁一些比较便宜的嘛，就是城岛、云野、雨林那几个，就解一解。啊，你后面翅膀会越来越多。哦，不省蜡，红蜡、红蜡、红蜡，不是白蜡。白蜡先省下来，白蜡先省下来。复刻要到了，男孩女孩们，复刻要到了，先省下来。但复刻要到了，你先省一下，咋不？咋不？咋不？道袍而已，道袍还没啦。道袍是 PC 正式上线后的第二个副科才是道袍，现在还不是正式版。你晋格还没毕业，没差吧？我认识到好多人，他们地图都没毕业，也玩得很开心啊。复刻什么用起来？好啦，蜡烛真的不够，看到没有？啊 ，PC 不能氪金啊，抱歉，只用手机。毕业生爱心斗没换，爱心斗篷，你是说150根的那个吗？你是说这个斗篷吗？这个吗？这系列的吗？那群很贵，三倍的价格啊，三倍欸。不过那个粉红斗篷真的是蛮好看的。不花了，不花了，先别花啦，搞不好这一次很香啊。你要想欸，这一次没有碰到活动季节，没有像万，欸，有啦，有烟火啊。哎、欸，小胖走，小胖走，跑眼睛人，小胖走，走了走了。你小王子玩到现在没毕业任何一张图，就没关系。这游戏又没有逼人要干嘛？有啦，逼你不能先换东西啊，复刻优先，复刻先换。然后那个谁，哎，他被小王子绑架了，他被小王子绑架了。他被Pika绑架了，没事没事，小王子在那边等他而已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小王子要你牵他手，哎，如果你知道要解小王子任务啊，他会在那边等你。你看，他
他跟着光走了，他灵魂仿佛被吸走了。小胖，露诺还需要你，小胖。小胖醒醒，小胖醒醒。完了，他手上牵着小王子，我点不了。哎、欸，小胖来来来，小胖这边，小胖这边，小胖来这。嗯，巧嘞，我在这。小胖醒醒！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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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光害！游戏天才呢？游戏天才呢？游戏天才，上不去的游戏天才。游戏天才，这个坐下可以拿到一颗爱心。没做过的话啦，有做过就算了。哦，看来是没有。游戏天才，有那么亮吗？有，光害光害游戏。来，我们看天空，不是看小酷酷啦，我是要看天空。他手上还是牵着小王子欸，我看我牵不了他，没东东，没有，应该会有个爱心，你可以起来了，会有个爱心，应该会多一个爱心给你。好啦，走吧。啊，收到一根。走咯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遁地越来越难遁了啊？我最近遁地超难遁欸，所以我才带烟火棒。电脑很简单，真的吗？Switch 很简单，我知道啊。可是手机我觉得变得好难顿哦。没办法，有些遁地的图，比如哪里？手机还好欸，真的假的？腿插进去，我有插，可是我插进去就滑出来了啊！在讲什么？我的脚进去就突然站起来了欸。啊？还是我真的不适合玩光遇啊，我比较适合当寄生虫。不够硬，有吗？脚不够，插的不够深，对不对？没有插好，插满。我想知道哪些位置可以插欸，手机跟平常一样啊，那就是你看我平时没在遁地的人，哦，好亮哦，你的地方好亮哦，有人要说我me too他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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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意志？你跑到星末哦，那你就先解个任务吧。你
你任务回完之后，我们再会合。米奈上线，怎么都是雾？露诺修好了欸，原本这个是还要手机看的时候说什么剩下13天，想说那个爱心为什么要剩下13天才能拿。走，顺便拔票。欸，那你好了传我们哦。K， 好。这时候最适合装萌新了。欸，高追。高追。最好萌新一开始有九个翅膀啊，好强啊！我已经捡好捡满了。我们今天烧海胆的时候，有一个超丑的一个玩家，然后露诺是说这个还好，我上次的比较恶心，他说我恶心，直接说我恶心欸，造谣，什么造谣？要不是。没有拍照功能哦，不是那时候没有拍照下来，我就直接把你说你好恶心打出来。挑乐器玩，你先去玩，我们等小胖。YUIOP， 我在这里哦。然后呢 ，HJK。哪里？这里。
欸，小胖来了是不是？啊，出发出发，对，马同学，来，小胖签。怎么了？你要带路是不是？话说我用手机传不过去，哎，他叫我更新吗？因为我们用 PC， 我们用 PC， 所以你传不过来，你是抽不到啊？小胖他说你胖，小胖他说你胖，造谣。我算是听出来了，小胖，小胖，小胖就跟气球一样的爆掉了。还是我们先过城道，小胖，你等一下过，你等一下再传我们，再传一次我们。对，因为 PC 这个是算是先行版，建议走电脑装一个 PC 啦，因为我们可以多拿一个机票啊，不机啦，机票。太夸张了吧！好恐怖哦，小胖会离奇消失哎、欸，嗨，小胖，今晚的风如此喧嚣。嗯，你看我插进去了啊，我插的够进去了吧？哦，看来是位置不对呢。哎、欸，我来这干嘛？我不是要捡金人吗？我来这干嘛？我要捡金人啊，繁星，老了，老了，老了。大主吧，没有跑城岛习惯往那边蹭，肌肉记忆。然后我每次都这个忘记剪，好了吗？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没有，没事，无病呻吟，无病呻吟。好、哦、玩云野关台好了，剩下的
之下战跑。啊，没事。笑屁呀！哎，马同学，你过来，你这边会蹲哪边下去？我想学。你如果是这里的话，你会蹲哪边？去楼下拿那个拿那一排蜡，你会蹲哪边？人呢？消失了。哪里？这里吗？哦，这里的啊。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然后下一个是这边嘛，可是这边有一个地方我就很难瞧到位置啊。屁啦，你那个是直接下去的不算，给我上来。这边是要蹲哪边？下面的蜡烛你会蹲哪边？我是蹲这附近的某个地方、啊。哦，哇，好好好，好了，各位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、欸，回家。哦哦哦哦，差点要退出游戏。等一下哦。来。小胖怎么不在这里？小胖你你选在云草哦。建议不要云草啦，因为云草那边他不好跑任务。会不方便啊。啊啊啊啊啊啊。不要不看。小胖手给我。吃罐子蜡烛了，我已经灰了，我已经跑到灰了，我全图蜡烛都吃了啦，除了木图。我让我的皮卡丘去卡比兽去睡觉，一定是先把每天事情该做的做一做吧，你看。游戏玩的人现在每天都跑到灰。睡起来。我今天开始在那个啦，想说沙滩看看我可以到大师级。我沙滩最多好像只到大师二还大师三而已。哎呀呀呀呀。你真的佛系，我不能佛啊，毕竟我把人家拉进来的，我还佛给他看啊。我刚讲什么？哎，图不用跑啦，你放手机放着，自然就有蜡了，不可能。好了吗？哪有我之前佛？我之前连十五蜡都没跑哎、欸。我之前只是跑任务就没了哎、欸，还忘记交任务哎、欸，最好笑是这个，跑完十五大，不，跑完任务还忘记还，任务跑完还忘记还任务，有比我更佛的吗？还是你佛到连任务都不跑？我那时候是季节的时候哎、欸，不是季节结束哎、欸，够佛了吧？我佛慈悲，后面的岛树果是固定，所以基本上都有专门的队伍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胖可丁，水箭龟、水翼布，还有一只上礼拜抓到的嘟嘟力，然后配一只耿龟，
那葛鬼速度真帮忙速度真的太快了，于是就带着他了。到现在还是会忘记。我当时吐窝 ID 就是为了你记得还任务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还任务这个 ID 吗？就是为了你欸。对啊，还是我改你的名字啊。啊。那个利恩，你的命格天生欠蜡烛啊，不然你改一个叫蜡好了，利蜡。地蜡烛，人家五行缺水、缺木、缺金的，你缺蜡烛。喂，大师，我缺蜡烛。大师，我缺蜡烛。啊，你缺蜡烛，就是代表你平时不够努力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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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冲啊！帮我开头灯，谢谢你。你也可以点小胖啦，然后点学变一个好友数，也可以举到白蜡。所以那时候我游戏上线的时候，看到露诺在跟我讲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，我想说什么地方，我就很好奇。然后于是他真的发现了我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他长大了，但他也有代价。他说代价是他不小心把蜡烛全部领出来了，他哭了。翅膀硬了，脚硬了，结果嘞？结果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云巢的烟火，它可以点，我不知道。然后他说：“柯西，你看这个。”我说：“啊，可以点嘞，好猛哦！”小孩子长大了，会开始走，开始爬了，好危险，万一走到……木土那边怎么办？我最最长大了，对啊，很恐怖欸。有一天开始驯龙了，应该是不可能啦。顶多用走的，不会去驯啊。他驯龙，我会直接把他抱走。欸，我真的有尝试过去驯龙欸。我想说，我时隔这么多年回去玩了，应该有办法驯龙了吧？然后我的 BGM 都响起来了，有没有？那个心如止水已经开始在转的时候，啪，画面黑白了。画面黑白了，心如止水播到一半就没了，有人卡歌了。曾经不小心带他，因为那一天是大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欸，只要有同时大蜡的图再加惊人的木图，要剪惊人的木图，就是我们投胎了嘛。结果那天如果刚好是大蜡图在木图的话，我一定会被龙撞欸。我之前就是带那个谁，
一群兔窝的嘛，就是克洛伊啊、呆鱼啊、泡芙他们一群人去牧土，然后哎、欸，我现在会跑图了，我来，一到了四龙图马上被撞，那时候克洛伊的小号就说，我刚刚看到烟火爆炸、欸，好帅哦、喔。直接原地爆炸！哎，这个剪完回家哦。啊，烟火哎、欸，成本很高的烟火哎、欸，而且那天是加我背上扛了六个人，于是是七个人的烟火，你就知道。那画面着实闪亮啊，那画面多壮观啊。我也不是故意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大蜡图的木图我就会死人惨。中间路诺绚烂，没错，路诺是不是又被叔叔拿棒棒糖又拐走了。小胖，你们家主播嘞？快嗅嗅他的味道，闻一闻。远离的，所以衣柜旁边白色蜡烛是重生点设置。对，你那个蜡烛点下去的时候，就是你把重生点改到马祖攻击啊，你把那个重生点改在浴巾。加油，剩三张图，终点图、舞蹈图跟奋斗。坏胚子，坏光子，你们，哎、欸，小胖传露诺，露诺不要动，滤镜。就是有你们这种坏光子啊，惩罚你们。被惩罚了，被惩罚了！来，小胖来，手给我。睡着了，露诺醒醒，露诺醒醒，等一下青蛙就亲上你了哦，等一下这个青蛙不是王子的就亲上你的嘴了哦。
哎、欸，感谢镜子揪团，虾米老师，什么老师，我被控喂，打个指令啊！哎、欸，感谢镜子揪团。哎，那天没忙恐鬼症，主要是因为担心啊，答应了番茄要陪他玩。你看我人还是很好的吧？该举蝴蝶我还是会举的。啊，那个人不举哦。哎，我们不要理那个臭小胖，小胖。请问你载着露诺摔车，你会先扶露诺还是先扶摩托车？你刚刚的行为就是先扶摩托车、欸，哎，露诺已经倒在地上了，你不扶他，你先冲去摩托车、欸，哎，我先站起来，露诺这个淹死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假新手吧？还是他都不舍得换啊？哪天会不会真的有马桶设计？就小便斗的设计，就设计成八人门，然后大家手上都拿着一根蜡烛在尿尿。啊，什么蜡烛？我不好说，对不对？你看。但大家都是手上握着一根蜡烛，然后对着这个，是不是在尿尿？要不要遁地？哦，对哈，我们不，哦，不要做人那么狠嘛，帮他们开开门啊。好，露诺说一下，如果这边的蜡烛没有，这边的那个小便斗没有点燃的话，直接上去，楼上是没有火的，应该说没有蜡烛。所以如果是捡金人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干、啊。这个好好看，看这个吗？这个哦，这个是猫哦。我很龟狠，但是有人在点门，我还是会帮忙点啊。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也是准备杯杯冲上禁格的时候，我看到远方有人要开门，我还是会帮忙点。哎、欸，那个小黑不动哎、欸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哦、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哦，你喜欢长那样的是不是？我等一下回家换啊，让你讨厌他，让你看到那个人产生厌恶感。谢马同学，小胖醒醒。哇，捡金人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。
一个突如其来的献祭团，哈哈，太扯了吧！好了啦，马祖，不要再搞了，马祖。马祖不听话要冰起来，哎、欸，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，不会吧，这是我听过第四起案例了、欸，哎，我那时候也是听到第四起案例，就是猫咪会对冰箱感到好奇，都会偷偷摸摸的趁主人关门的时候，马上冲进冰箱里面去。所以会有一些主人，他们冰箱改成就是类似透明的，就是他们会为了，就那只猫真的太容易闯进去了，然后他特地把冰箱门那个弄成透明的。那在日本啊，日本才会这样子干。他会再生，干嘛？嘎波的那只狗，嘎波。我变丑，你还会爱我吗？没有番茄，不是跟你讲话。没有，这就是之前一些直男问题嘛。我化妆好看还是素颜好看？还有什么？我变丑还会爱我吗？以及刚刚那个摩托车跟女友选一个。小胖。你知道每次回答一些问题，或问一些问题，我第一个答案、第一个想法都是先看一下番茄，我们再聊天。对对安，对啊，我那时候其实也是讲啊，如果我们今天摔车了，你会先扶摩托车还是先扶我？我那时候也是回说，为什么不是先站起来？不是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摔得比你重？我那时候就问假设，那请问我有摔得比你重吗？他说没有，你没有受伤，就我摔倒了，跟摩托车跌倒了，然后你是站着的。我说为什么我是站着的？为什么我出车祸我还可以站在那边呢？我有天生神力。不是我是直男，是我只是想问前因后果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有很多事情不是当下一个问题可以解决的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女友突然很生气的说，你知道我在生什么气吗？想说总要有前因后果的吧，你不能这样子平白无故突然问一个说，你知道我在生什么气吗？对不对？
我这么敏感、这么细心的人，对不对？肯定会很白目啊！爱跟随，对啊。我想他是不是在跟我讲说哪边的没剪干净？他在监督我，监察。不过圣岛真的好棒哦，三坨大辣，一个大花，还有那么多的金人。圣岛根本就是圣岛吧？在生闷气？没有，这时候就是要好辣宝贝。等一下，麦当劳要吃几号餐？然后虽然还在生气嘛，但是你也不能不给他吃饱啊，对不对？布诺点了吗？好，对不对？他生气了，你还是要说，来啦，不要生气了，薯条加大。你那个来不能吃冰旋风，帮你点玉米浓汤啊，两杯玉米浓汤。薯条加大，吃不完我帮你吃。那可能还生闷气吧，但是你还是要手不能停，一直喂它。哎、欸，露诺捡到吗？没看到哦。对，你的手不能停下来。对，跟安妮说什么？好啦，安妮不要生气啦，来啦，儿童餐想吃什么？儿童餐上面的小旗子，你要什么国旗？日本的，还是英国的，还是要台湾的？安妮小车车有要换成其他的东西吗？嗯，应该剩上面那座了吧？好想点儿童餐的，对，哎，快乐儿童餐点下去才会快乐。哎，为什么点了快乐儿童餐吃了却不快乐？因为没有点到快乐儿童餐。你知道我们那天在吃饭的时候有个快乐儿童区，里面是什么？就是小汉堡，然后薯条，有的没的东西。然后我就狂夹薯条，猛夹薯条起来吃，然后就被说那个不是儿童餐吗？然后另外一个就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想夹薯条，发现没有了。我说对，所以我夹了，你要不要吃？他说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们就在那边狂吃儿童餐，好爽哦！好了，今天关台吧，今天先剪到这边，吃下午再带露诺继续剪。唉，好了，小胖，感谢小胖带给我们这么多欢乐啊！感谢露诺，感谢马同学啊！谢谢大家，来说晚安啦！都只能姐姐带去吃，然后顺便成精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想带我外甥他们去买儿童餐，然后是自己吃。我说没有，这是九九的，你们去旁边吃屎啦！这是九九的，谁听话就给谁吃，有没有？那时候我外甥女一定会谄媚我，九九，这个给你啊，九九你那个什么东西没有拿、欸，九九，他们都这样子啊。一听到我要出去的时候，问他们要不要买东西喝的时候，就会啊，九九你要穿外套哦，不要着凉哦，安全帽要戴好，口罩要戴好哦。啊，平时嘞，走开啦。啊，都这样子啊，烦死了！啊，说晚安啦。梦之国的山上没有这种科技啊。好啦，那个不然来梦之国的山下吧。山下有自酒。来，各位，嘿、欸，好啦，咪咪晚安，莉莉晚安，雪莉晚安，小胖晚安，莉恩晚安，森母晚安，喜羊羊晚安，呆鱼晚安。
晚安晚安，马同学晚安，还有谁？梦见露诺晚安，看看有谁可以揪，揪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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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妮晚安，安妮么么么么么，哈哈哈。好、哦，有两个可爱的妹子哦，三个可哎哎哎哎，有三个可爱的妹子 ，A、B、C 给你们选，要选谁？聊天室的，快点 ，A、B、C 妹子，西药 ，A、B、C。A 的话是露诺认识的 ，C 跟 B 是我常常揪过去的 ，C 只有一票嘛，那要去 C 了哦。你是在用大小区分吗？什么大小？你是说，嗯，那选项应该是一、一、一 C、一 C A。那选项应该是 E C A， 你们要选什么？是吧？露诺应该是 E 吧？还是我们就去 E 看看是不是 E， 好不好？我们揪过去看看是不是 E。我们来见证看看是不是，好不好？还是 H 啊？你觉得是 E 还是 H？哎，就是这个，嗯，好、啊，会知道他也是因为那个啊，安妮啊，他有揪去安妮的台，然后那时候我打感谢那个什么，喂，那个就是感谢揪团的那个指令，打错打到他观众去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啦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